还能不能看一眼 C 的老师？我不知道他播谁啊。好了，黄哥又去炸屎了。我就跟你们说，他一天至少拉五次。拉克赛对你对这个吕布啊，他一天至少拉五次。你们有些兄弟还不信，对不对？现在信了吧？他每天直播都要去拉一次，至少有时候还至少拉两次。现在信我了吧？秦始皇，不，他肠胃不太好，然后每天都鼓动我吃那个一小颗的这种药，就闻着味道就很臭。这种东西，我上次他们叫我，就是说我不是我也拉肚子嘛，上次，然后他跟我说吃了之后就不会拉了，然后我说妈，这东西能吃吗？他说他跟我说他吃他老婆帮他配的。哼，你们觉得这种东西能吃吗？什么东西啊？那种什么药，反正一颗一颗很小的圆的一颗一颗药，可以吃啊。对，小药丸，反正我绝对不会吃。大郎喝药了，趁。哎呀，反正我就告诉你们，这他这种肠胃，就他为什么要带这个药呢？他就怕到线下了之后嘛，线下去解说。然后嘛，解说到一半肚子痛了怎么办？那岂不是很尴尬，对不对？那干脆吃嘛，这种线下比赛，他是每一次线下比赛必吃药，吃了就不会拉了。但是呢，吃完之后，妈的到了酒店就会狂拉。哎，陈哥，啊，你要不要试一下嘛？给你搞一拉过去，好不好？我不要，我他妈的我没有，我肠胃很好，谢谢。不是那个呀，我说妈的上次跟你们说的那个。我不要，你试一下呀，我操，妈的不收你的钱，对不对？我不要，你妈个鸡，你这种就是妈推销员，我靠，想让我吃了之后就离不开，狗逼！我操，哎，这个东西对身体好的一逼。不，这样吧，先来个五百根，好吧，不说了。五百根，我操，五百根，你知道多少钱吗？开玩笑。再来个五百根啊！我靠，算了，不适合我们。我们这种身体其实、哎、试一试，他的免费品尝，这样妈的，这种你到街上去，有人给你买、有什么作用？你先告诉我啊，有什么作用？哎呀，你他的这个东西是温补的，温补的是吧？对，温补的，不是你要想我奶奶今年90多了，他就靠这个吃下来的好吗？是吗？真的，我爸他妈的60多岁到现在没长白头发，你说屌不屌？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看上去跟50多岁不到一样。这你妈，你为什么每天？你相信我呀！我操妈的，我们全家对吧？吃下来的经验，关键是对于小孩子很有用。如果你想让孙女妈的牛逼的话，等他12岁开始给他吃，大概妈的一周吃一根，屌的一逼。那这个。不，这个东西是一般大人多少人吃一根呢？老人的话，老人可以多吃。我可以考虑就给我爸妈买一点，对吧？或者给然后再给我岳父岳母买一点，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可以，真的呀、啊，我靠！关键是真的，你知道吗？我没说是假的呀。他跑那么远去买，我们自己家里吃的。关键是那些什么事情？是我妈他妈的不是给我老婆微信嘛，就让她，我老婆不是现在那个嘛，让她发个朋友圈去卖一卖。妈的我他妈躺到慌的一逼，我说你有没有朋友买啊？我操，我婆媳关系，我操，靠兄弟、啊！你妈的原来是这样子啊！我靠，你妈了个鸡，你去死吧你狗逼！每天就要这种东西，老子砍死你！有用的呀，我操，妈的你真的有用啊！婆媳关系，我靠！你妈兄弟就被你拿来妈的当婆媳关系，你是不是人？哎、我就问你，你要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我也可以来帮你挡枪的呀。不，我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啊。我这边婆媳关系非常好，我老婆跟我妈就跟你妈姐妹一样。姐妹，我操，这你妈真可以。是的呀，妈的，孙哥你不吃，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地走自珍。好好吃好不好，妈的这胎万一是女孩的话，再去生一胎好不好，给黄哥祭点倒是真的，黄哥身体也不太好。黄哥妈的他不相信我呀，我操，妈的
你们都不相信我，我都很奇怪。我操！不是你妈，你把你目的现在说出来了，我们怎么相信你？不是，那目的他妈的，他又不是说骗你，对吧？这个东西本来是不是是有效呀？关键妈的，我又无法向你证明这个东西妈的很有效，对吧？你这个，对不对？你他妈的证明不了呀！我操！算了算了算了，韭菜算了，我们正常点好吧，正常点算了，好吧。哎，不相信我，我靠！我信你，我信你。把我当坏人真的？不，你是好人，你是好兄弟，我信你。但是兄弟吃不起，好不好？哎、不说了。我先免费送你一点。不、啊，我这么免费送，我心里面就会不安心的。算了。早就不安心的，你换点别的给我也可以啊，对吧？换点房子。我再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看得上的。哎、是年龄，对不对？是马上的季节。我家没什么东西是您看得上的，韭菜，不不好吧？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快有？西湖闸蟹是不是快有？是的，你说的没错啊！不，那还没有，那要到九月份呢。九月份，哎、我靠，你存起来，到时候给我呀，对不对？办嘛，我们以物易物，好不好？哈哈哈！你妈的，妈的，对吧？不出钱，妈的，以物易物总可以了吧？我靠，回归原始时代，真的。不说了，待会儿群里说，好吧？不说了，好吧？待会儿群里说，老子受不了了。这样，好吧，韭菜，我不说了。今天。对吧？你既然都说把话做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兄弟如果不帮你一手，也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靠我一个人，肯定改变不了你婆媳关系。你看，这样你对吧？你先听我说，你聘请我当业务员，对不对？然后我在群里面帮你吹起来，好不好？好啊，然后让大家你们都来试试，好不好？好，好吧，那就那么定了，好不好？你想想看，你们什么酒，这么不。貔貅什么什么狗哥，然后妈的法人，还有黄哥这些，包括什么徐浩南，对不对？都值得拥有啊。黄哥最需要的东西。什么比赛？好好吧，我逃吧，我这个不卖啊，这个不卖。好了，比赛开始了啊，先不跟你聊了，韭菜。我们来看一下吕布对 Michael 赛的比赛。对，虫草。哎呀，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兄弟，对吧？妈的，今天有难处说要改变婆媳关系，那兄弟能帮吗？就帮一手啊，对不对嘛？他妈的，你们这些人真的是。看麦克赛今天怎么死啊！我刚才那个网站上他又登错了，这个网站今天不是非常的好啊，就老是会有登错的。妈的，这什么东西啊？混元新技能，我靠！别看了，这你妈！吕布很打得非常求稳啊，农民探路的很早啊，这边稍微干扰一下吕布的二矿。一般情况来说 Michael Side 会在一波双线中结束自己第一场比赛的这个生命。好像你们不要觉得平常什么妈每天什么听到什么 Michael 在捷报频传，今天又斩了谁，明天又斩了谁，其实这种都是我告诉你，就是打了估计打了四五盘，然后勉强赢了一盘，然后他妈输的那几盘就已经忘记了，然后就是说赢了，今天哥又斩了你们，比如斩了大可。是的，捷报频传呀、啊！不，你们信我，
你们真的信我？我觉得，以我对就 Michael 赛的实力来看的话，他现在的实力就稳定的话，应该是在5800到5900的样子。你说很强，其实并不强，但也不弱。他当然现在就这个实力，你能让他怎么办呢？这盘麦克赛直接野影刀了，拼一枪没有错。但吕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职业选手，4.5分必留雷达，特别在面对比自己实力菜的人的时候，他考虑就要考虑很多东西。吕布是投地雷，然后投完地雷之后看情况。好了，看了现在就不会在那个。现在就不会再那个了，再啥下矿罗了，现在就纯能量了。到4.5刚好有2把雷达，都算过的。坦克吕布这盘的选择，哎，未必啊。吕布选择的是，他如果坦克和解放者再出的话，那就是投完地雷之后直接绕三矿去打一波的。这个战术矿罗我觉得应该要继续查下去才对啊。4.5了，矿罗还没砸。 OB 给我们看一下矿罗什么时候砸啊，有没有反应？老年人有反应，先上个供啊。你还敢砸了，还有一把，我靠！家里面在出防空，他已经看到了，他绕了一圈，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哎，砸中了，砸中了，砸中了！虽然说没有砸到农民，但是别人已经知道你是引刀了呀。你要么一把一把过去，单把一起过去吗？他能接，不过他能接好，刷起来，6个、7个、8个、9个，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但他刚才在骗啊，骗雷达，还可以，这波其实烧的还可以。把你们背下解放者，但这个无所谓，马上就能解决掉。对面喵哥在转这个巨象，但正面待会儿这个吕布推过来这一拳，喵哥我说的没有错。Michael Side 会死于一波双线，一点都没有错，只不过是他在双线别人的时候他没有操作好，然后死了。这已经不是血亏了，这已经是输了。这波挡过来拿头挡啊，战术其实设定的还不错，喵哥赛现在还在努力，但是努力都徒劳的。渡鸦还有个渡鸦，你就算有巨象，它也可以锁你。巨象射程也没有，解放者又架。我靠，啥情况？还没死？马上死了，马上死了。哦。他0-1啊！我回来我都以为0-2嘞。不，因为这比赛时间准备的比较晚。哦，哎，黄哥，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不是这前段时间不是那个韭菜不是在推销他的那个东西吗？啥东西啊？就那个呀，虫草呀。啊，他不寄给了我的，我吃了之后我感觉效果很好啊，你可以试试看啊。虫草是什么的？不就感觉精神很好。不，我们直播不是你们有时候就到那个。在7点左右不是特别困嘛，对吧？啊，6-7点，但是我吃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困过，就感觉精神很好。你睡得好吧？不是，我就平常那种，你可以试试看。啊，韭菜先给你寄点过来，你先试试看再说呀、啊，对不对嘛？说的没错。啊，是这样的吗？是的呀，试一试呀。
这东西哎，真的就你吃完之后，我你就感觉你自己很有精力，你知道吗？冬虫夏草，对不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它就是从你的氨基酸。哎妈，韭菜不说了，是兄弟，你妈的先寄点给黄哥试尝尝看好不好？先看看效果。试用好不好？对啊，妈的试用都给你了，你妈的你还不接受吗？我用过什么？哎，兄弟已经把你当小白鼠了呀！什么叫把我当小白鼠是什么意思啊？哎，我已经我不是已经是小白鼠了吗？我试过了呀。我自己吃的呀！我靠，我他妈服了。不是虫草不是吹的熊吗？妈呀，你不是我开始没吃，我也觉得是吹的熊，但是他寄过来之后，我吃了之后就吃了两三天，是感觉可以啊。不是虫草是吹的熊吗？我学制药的，兄弟你吃过没有吗？我没吃过。那就是了，你还没吃过，我看呢。现在免费让你吃，你还不吃，你还要吃怀疑态度，又没毒。是的呀，你可以吃完之后，你可以说妈的效果不好，我不买不就好了吗？或者没什么感觉，不买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妈的，你连这样的一个机会都不肯给兄弟吗？对呀。哼，不，我不吃这种东西。这你妈，哎呀，我靠！我不吃这种东西的，我不信这种东西。我还不如吃我的复合维生素呢。哎呀黄哥妈的哎我都已经当小白鼠就效果还可以就跟你说过你居然都不相信你妈的不相信韭菜我靠而且是人家免费给你试试看不是我不信这种东西的我都吃什么复合维生素啊吃这种东西的哎你不就是补充氨基酸嘛对吧那么我找氨基酸吃不就好了吗我为什么要吃你这种东西那不一样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啊这不忽悠了呀但我吃了为什么感觉很好那心理作用啊不是心理作用啊我靠安慰剂啊给你说一个故事好不好什么故事吗他的我爸1.7米我妈1.58米我就1.78米你妈这什么东西啊有啥关系吗我呀我从小吃起来的呀哎我跟你说就安慰剂你不要骗自己就你本来 你可能不吃你不吃可能就1.8米了就因为吃了你妈才1.7米不是这样的你先别说了韭菜这样子好不好你先听我说妈的今天这件事情可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一个人力量是不够的不如让黄哥也加入推销员、哎、不要忽悠我不用的不我不忽悠你啊对不对、哎、黄哥哎反正我就说你不吃可能你真1.8米了韭菜黄哥是学制药的你妈个你学个毛制药你大学学的那些东西还没我高中学的多呢他妈学制药的哎呀你妈的反正我不信这些东西、啊、你大学学过生物吗陈你学的高你学的怎么没我高中生物学的多呢毛制药我靠你妈说的哎真的我学的比你多听过几节课吗真的我还听的够吧韭菜你闭嘴好不好妈个鸡这个时候你不要这个时候你不要推销不出去就气急败坏好吗不是韭菜我跟你说你先闭嘴黄哥我告诉你韭菜为什么会推销这个东西是因为是他韭菜他妈让那个他老婆去卖为了他妈婆媳关系这个时候妈的要顶一下兄弟对不对啊你这样说我还能理解吧你说我顶一下对不对不我你先听我说妈的我去拿个水 你们我拿个水好你先去拿韭菜我会帮你说服他的你不要慌妈的我一个人力量是不够的、哎、到时候我把他说服了之后我们你们两个人唱双簧我现在就有妈的群里面这些傻子就信了不要慌啊我待会他来了我来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不好不要慌交给我、好好好森哥相信你啊哎呀真的我不信这些东西的呀你们不要过、哎、我知道黄哥你就说顶一下兄弟那妈的买一点那 OK 的没有问题不是要你买一点是妈的这种东西我跟你说我们要现在它的效果 对, 对现在不是现在是这样的、哎、别忽悠我了我不会信的呀就跟我老婆你妈去买燕窝我也是两个眼睛一闭就过了虽然我也不认可这个东西 没有让你买是要你配合一下韭菜在群里面稍微帮他吹一下那不是让我去骗人吗我不去那你就说我在骗你了黄哥哎你这真的是善意的谎言这个叫不你骗我自骗我就好了我自己就对吧顶兄弟我买一点就好了哎呀不要说嘛说了试一试呀你又不吃妈买过去浪费了呀真的这个我真不吃这种东西的就像
就像我老婆去买面燕窝，她非要跟我说燕窝有营养什么的，怎么说一大堆，起码也是扯淡的，我也不信这个东西的。哎，不说了，韭菜，这既然事情到这个地步了，你就让你老婆自生自灭去吧。哎、妈的，没办法了，我靠！哥着想，不要，我就问你，孙一峰，你买没买？啊？你买没买？他卖冬虫夏草，你信吗？我。操你妈！你看我老婆就被洗脑的，我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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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别人一根一根卖的，一斤吃的你七窍流血。喂喂，等等，你老婆还没搞清楚是谁在卖，他妈他怎么在说我在卖嘛？那你卖什么东西啊？不，所以说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是什么形象？你看的吗？算了，不说了啊，不说了，妈个鸡，以后没我这种事情啊。其实第一波麦克森的房子还可以啊，对，房子还行，没有炸到什么东西。其实上一盘麦克赛第一波防的也还不错，但是呢就是自己这个多线操作是有失误的，然后导致自己葬送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我来看看它是什么作用啊。啊，不是治什么肾亏的吗？我靠。哎，都可以。这玩意吃了身体好，对吧？你的意思就是。真的是吃了身体好，相信我。这你们。你看我们那些老兄弟，那种五六岁老兄弟，我们这拿一次都是拿的拿的，哦，那当然他们不给钱的了，这拿去自己吃的，要么拿去送人。好了，地雷全部搞掉，这波要 BFR 换，但是对方吕布的兵已经出门了，他应该有感觉吧？不，这换家了呀，这个麦克赛三矿不要了，最好是。你换得动吗？回城。回城第一时间守，肯定要回城啊！顶出去守，靠立场第一把。对，这个有立场，我觉得能够守两波没问题。其实吕布毕竟打得下来呀、啊，这波吕布正面兵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啊。但是后面接上来就不一样了，看麦克赛的后续第二波刷的怎么样？我靠，那么凶通道，麦克赛的。我不要换，不要。两个追猎换了一个枪兵。哼。好，点光头，再点一个光头，可以，这两波还可以，正面立场格。吕布看到巨像有点虚，但发现是假的。不，如果这个是真巨像，吕布你妈菊花都紧了，刚刚。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没有巨像这个巨虫，吕布也有自己判断的，好不好？怎么那么凶啊？麦克赛的一个假巨像啊，气势拿足了。哎，我觉得这样打下去，麦克赛的不好打呀。好，两个叉绕过去。加没了呀，感觉。哎，孙哥，我看弹幕都说你没有买呀，你他妈骗我的呀！哎，这不正准备买吗？你不是都吃的精神很好吗？我妈的洗，不是想让你先当个小白鼠？哎，可以。哎，这波吃的可以啊。这波还可以啊，这波挡住，后续如果能把这个三基地逼退啊，这场比赛就有的打了。对。小白鼠，你妈的！把韭菜吃过这个没有吗？韭菜吃过大的呀，我靠！你就一直吃的，怎么吃嘛？就是拿着就咬到嘴巴里，还是要煮一下泡水嘛？煎一下，还是泡个水什么的嘛？小时候的磨成粉，放到胶囊里吃。磨成粉？对。
你怎么磨？我就之前那时候放在家里嘛，家里有那种，就专门磨这种东西的。就读书的时候吃了方便嘛，方便。哦哦哦。我后来就跑打搞到鸡汤里面去了，一次。这你妈！吃个两三根，这种小的。要煮成汤什么的，他们说是。主要要吃，它汤里面没什么东西，主要你要吃那个东西。哎呦！哎呦，赛德老师。哎呀，还是要大一点。哎呀，十个。其实 Michael 赛的运气算不错的，对，三克雷虽然只大十个农民也大十一个农民，这已经很少了。好，强投不敢投吗？要投一个。哎，吕布在干嘛？他这什么意思啊？犹豫了，想投又不想投啊，犹豫了。那这还赚回来了。但比赛这局面依然难打，麦克赛德现在这正面有点怼不过啊。哎呦，兵还是有点多的啊。啊，在哎，不管换家呀，这个时候换呀。家里面刷兵手，家里面刷兵手。对，他全部都光头，你刷叉就行了。家里面强行刷兵手，吕布给你换了啊。这个水晶，这个水晶，好，奔雷走，再来一把，还有一把闪电。家里面刷了一波叉回城，麦克赛的思路很清楚啊，打飞三矿回城就可以，咱们再点一串，再点一串。我靠，赛的老师今天神用啊，我只能说，难道怕李信恒弄了？不愧是天梯战神，我有点不信呐、啊。这就是我们浑元太极的霹雳，不是霹雳，闪电五鞭。你看 ，Sid 老师投下来，你妈鞭了四鞭，吕布你妈菊花都抖了。这你妈！不，我觉得现在还是要能进闪电，没有能进闪电不行。EMP 埋了呀，能进，装在里面的呀。这，哎，闪电五鞭怎么可能没能进嘛？说的没错。再绕一波叉，马上要编了啊！继续编。吕布看到这波叉绕上去了，虚的一逼。麦克赛德也是发现对方有 Ghost， 这个就正面拼一拳了，主要还是要看 Ghost。吕布三控都没有，麦克赛德急什么嘛？他就想这个时候就想快点结束。好，来，闪电五鞭，闪电有没有？闪电，闪电五鞭，一鞭打两把，三把，还有没有？吕布被骗了 ，Michael 赛德就没有一个巨像，好不好？好，打赢了，感觉打赢了，再刷，没关系，再编，没事，哎，不行，吕布农民都全部拖出来了，这波只要打得差不多就好了。不，主要是不农民，如果没有这波农民，这边打穿了。对呀、啊，这尽量换兵就好了呀，吕布没钱了呀，马上 ，Michael 赛德最后的波兵呢？但我感觉 Michael 赛德这个不好打、啊。这波兵主要最后的波兵没刷出来，刷出来是稳赢版的。妈，吕布不会最后一拳把 Michael 赛德捅死了吧？很有可能呀、啊。这个币啊，不，吕布也没想。但 Michael 赛德还有最后一波闪电。运输机没能量。对。这完全就要看有没有闪电了。其实啊、哦，还有四把电，可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正面应该能打。现在吕布就怕闪电。对。但是要有能劲啊，没有能劲，你这个电其实很容易被 EMP 打到。妈，赛德老师都站起来了。吕布最后窝一波了，看在眼里，跟着他的部队，好，又骗了一把雷达，就在这个路口，闪电五鞭啊！现在吕布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那个闪电的，赛德老师，闪电五鞭已经装好了 ，EMP 也打得差不多了，闪电五鞭还未出手，不要慌，这肯定是有电的，这肯定是有电的，最后的时刻，最后就这个时候切上来，闪电五鞭，吕布现在很虚。编、哎、没编到，他妈掌门很激动啊！掌门，吕布退的有点帅，我只能说退。掌门很激动啊！守住就赢了，守住就赢了。掌门看到自己的绝技要用出来了。老子不是掌门，我再说一遍。来了，编起来，一编，两编，三编，好了，四编。吕布倒了，我靠，真的假的？对呀、啊，看到没，浑元心计。哎，
自从加了浑元星界，你看看 Microsoft， 看看西瓜，西瓜吊打说了，对不对？ Microsoft 都站起来干吕布了。我真的没想到 Microsoft 居然还能赢吕布。对呀、啊，你说加我们加我们浑元星界没有好处的呀。那今天 Microsoft 难道要手刃吕布啊？不好说。感谢球男，我学业事业不顺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但李培南把我们星际门退了，我靠，所以打得不好也有道理。李培南这个晦气龙，我靠，一比的话比赛还有些悬念啊。感谢球奶，我学业事业不顺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一比还有点机会我觉得。哼，如果今天 Microsoft 可以把吕布拿下的话，那他的确可以吹一段时间的。但是很难，我告诉你很难。开盘不用开盘了， Microsoft 肯定输，不用开，没什么好开的，兄弟们。你们真的太相信 Microsoft 了。他赢一盘，赢一盘差不多了，牌面保住了。我们浑元星际门也没想过他能打掉吕布，把我们门派的面子保住就可以了。这是不可能想到的，好吗？你想得到吗？哎呀，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如果能干吕布的话，这，哎。韭菜你为什么在卖这个东西吗？他妈，哎，我只是好玩而已啊，我靠，哦，关键是现在已经卖不卖已经不重要了，关键你们就不相信，我很气。又开始气了。我他妈自己就很气，我自己吃了很有用，我家里人吃了很有用，你们就没有人信，对吧？关键你他妈自己也没吃过，我操，你又不信。那韭菜我就问你，我操，你都不要，你这他妈的，啊，韭菜我就问你气不气我呢？我不信，至少你愿意尝试。他愿意个屁，他让我尝试，他妈当然他，当然他。毛，我知道愿意帮韭菜分担，好吗？哼，那要不这样，韭菜不说了，你也别生我气，我去帮你推销给法人。哎，法人肯定信的，对不对？我去推销给法人，法人肯定会信的，法人最喜欢吃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哎呀，你可以推销给那个，你可以推销给你老婆，你老婆不是信的吗？妈的，那还是推销给法人吃比较好。妈的，就是只要不自己出钱，我操！妈的，不要你出钱，我的现在。不，不是钱的问题，法人，老婆不能做小白鼠的。这你妈！哎，兄弟可以做小白，老婆不能做。你妈的黄旭东，不是？你妈的孙一峰，你他妈为什么让我做小白鼠？还不是为你好？我靠，你自己身体不是不好吗？我他妈也是为法人好，法人身体更不好，法人胆都没了。胆都没了，吕布直接也光头了啊！直接一拳，这一拳麦克赛的不知道能不能敢侦查到。这正常情况下来说，我觉得麦克赛应该挡不住这一波。哼，这你妈老子遭不住了。在狗逼你妈，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你们说的没错啊！我靠，你们在街上你妈的从来只看到断手断脚的，你们看过没穿衣服的吗？毛，你们街上只有什么没穿衣服的，怎么可能有断手断脚的？你妈乱说吗？街上断手断脚的多了，你们看到过街上没穿衣服的吗？黄旭东，我靠，法人，你妈听到你今天是听到这种话，那他会心寒的，我告诉你。这已经不是推销给谁的问题，而是你这个作风，我靠，我现在很看不惯。妈靠，你妈的，你让我做小白鼠的时候，你他妈看得惯自己。
那这问你好呀，万一真的有效果，不是挺好的吗？那不是我也对法人好吗？啊，你说的这种话就你妈就很气好吗？哼，孙一峰，你要狗逼！好了，来了啊。哎，孙哥，他们说你看谁都像裸奔。毛。哎，电池三个电池不一定打得进去的。这个怎么说呢？三个，哎，真不一定打得进去的。三个电池，三个追的呀。哎，吕布快死了吧？我靠！难道说今天是他妈浑元世纪门要扬名立万了？哎，真的有可能打死了。吕布现在就一拳的事儿，打不进去就没了。那不是李佩呢？你们跳起来了，索拉都跳起来了。操你妈！赛德老师，你妈人生高光时刻。今天绝壁高光时刻，这个局面赛的很有优势。孙哥，你人生最光荣的时刻是 WCG 的中国区总冠军吗？是。而我 Michael 赛的就是现在。毛你妈的人生最高光时刻。麦克赛的还是有吕布，你妈现在才去开矿，人都傻了。这局面经济上已经差很多了，然后科技上也是优势。麦克赛的不，麦克赛的现在只要打那个打追猎不朽一波，其实吕布就很容易被打死。对，这时候喵赛只要狠啊，打得要狠一点。不过呢，也不是说吕布一定输。但吕布科技很慢啊，现在。对，有机会翻盘的，我只能说有机会翻盘。科技真的很慢，很有可能被一波打死。吕布是三开出渡鸦猥琐了 ，Michael 赛的去转巨象，阿赛的选择最求稳的战术啊，正面最硬的战。韭菜，你妈还去发个帖子，我靠！发什么帖子啊？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虫草有用？你妈的上去，然后被所有论坛的人也在否定他，他你妈气的一逼，我靠！妈的，每年我们买虫草要买一两百万，好吧？这你妈真的凯，我靠，这啊，你他妈还不如吃两只老母鸡，可能还补一点啊。老母鸡可以。我从小妈的也是吃鸡长大的呀，一天妈的吃半只鸡。真的呀，他妈的吃点老母鸡。但是黄哥，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吃老母鸡啊。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不是尿酸有点高吗？我尿酸还可以啊。我就跟你说，吃了母鸡那个就炖出来那个汤是有很高的一个那个嘌呤的那个嘌呤吧。对，你如果说吃了，你喝汤，吃老母鸡主要喝汤嘛，对吧？啊，对吧？你如果说喝了这个汤的话，你尿酸会高很多的。这我不骗你，我真不骗你。妈的，兄弟们自己说嘛，我有没有骗黄哥嘛？哎呀，孙哥就是嘌呤，就是嘌呤，你们不要闹。吕布现在只能猥琐啊，这个。对。但我觉得这样猥琐，吕布是有机会把这个局面扳回来。我觉得赛德老师稍微打的怂了点啊，刚才那个二三个开的。赛德自己也没想到前期会有那么大的优势，好吗？现在他现在有，他也一脸懵逼。现在哎，不行，我必须要给孙哥试一下。好，孙哥，不，比赛我们先把比赛看完，好吧？先把比赛看完。
这双 AOE 一起升啊，闪电又来了，又是闪电五连鞭。这个局面呢，巨象闪电双 AOE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就这个局面，就吕布在那之后，大家选择一个开始慢慢憋。那如果说麦克赛的憋不过别人的话，那这个就输了也没话说了。科技上麦克赛的是领先很多的。科技观众问这周有没有九法大战，韭菜应该最近不敢跟凡人打了吧？为什么不敢呢？妈的，只要他敢来，我就敢打。我靠，他你妈现在每天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妈韭菜又被我干了。不是，韭菜最近你妈昨天打完二比二，自己妈又产生幻觉了。我靠，幻觉，你就是打不过我孙一峰，你打你妈听到没有？哎，我真傻了。啊，这种歪风邪气的，这他妈的这两天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整治一下。哎，吕布其实这盘想得很穿啊，就是憋这个200人口，反正给你打过正面。就欺负你200打不赢我，然后你要强冲你不一定冲得下来。哎，这不是属于你正面打不过就一辈子都打不过了吗？那 Microsoft 你看运营又很怂，这三矿想打一波，完全运营回来了呀。他就想三矿打一波，你知道吗？ Microsoft 的开矿开的也慢。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是 Zest 的话，刚才就已经冲了，要么冲要么五矿都下去了。对啊，谢谢老师，这个时候还是有个20人口的战斗人口的优势啊。雷达扫到了，两边夹，他要夹，麦克赛德冲了，麦克赛德冲了，开闪电五连鞭，鞭起，哎，被锁了，我靠了，这你妈没鞭出来呀、啊，谢谢老师，有机会啊，直接再鞭，刷不动了，鞭不动了，刷轮兵，快刷轮兵。啊，他巨象倒没死，巨象没死，怎么没编出来呀、啊？这波，哎，我编出来就那个了。现在，哎，我感觉他永远都编不出来的呀，这么打。这你妈现在才去开四矿，哎呀，妈的，中了10箱软金伞呐、啊！10箱，啊，绝对是我们魂元星际门的这个，就是妈的，真的是。传统的。不是，就是克我们这个毒药，你知道。克我们门派的毒药，10箱软金伞，有力使不出啊！4个闪电编不出来。哎，别打石头了，你妈烟屁干你，你很痛的。闪电！啊！死了2个。哎，好心痛啊 ，Sad 老师。就是这被人猥琐，你妈三矿猥琐死。这个是实力打不过，现在出自爆球这有啥用吗？你妈三 AOE 他操作的过来吗？就吕布已经想好了，我就猥琐干你就完了。我觉得麦克赛操作不过来吧，又是闪电又是那个巨象的又是自爆球的。他要冲吗？对了，你妈不能别乱冲了呀！你现在，他我跟你说，他就是占的优势，很想拿下比赛一步，然后又拿不下来。对，这运营也怂了。就如果他今天打的不是吕布的话，他绝对不是打成这个样子。直接上来五矿先开了，然后再补兵营，慌什么？对呀、啊。没了呀，再炸一个，炸还行吧，炸，但是这这边还是打不过啊，没用啊，好难受呀、啊，哎呀，我们魂元星际门，妈的又中了奸计，妈，这招10箱软金伞的确厉害。这局面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对，麦克赛德把自己的
就攒出来的这优势全部送完了，好不容易攒出了优势，自爆球现在这种炸也炸不到呀，这个还炸的还可以，没用啊。吕布我觉得散还是感觉没有，没李平丹散的好，对，没李平丹散的那么的闪着电呢，引刀上面割不掉，哎呀割不掉，哎呦，割掉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割掉了还能，哎呀也输了，割掉也输了，他才几个兵啊，这边那倒是，割掉也输了，没兵，割掉你乱了呀！你乱了之后就可以那个了呀。那有什么嘛？我靠，你妈人口差六十，你跟我说割掉有啥用？用自爆球在炸你啊！自爆球绕后，炸呀！哎妈个，这个，哎，算了，实力不够就被别人憋死了，真的是憋死，活活憋死。GG， 哎，那么大优势都输了，哎，这就是实力不够呀，实力有差距，我只能说，哦，他是中了。